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看的一个老爹鞋，运动鞋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款呢是个真皮拼接的一个网眼的，款式是比较独特的。它这款呢我买的是灰色啊，所以颜色是稍微有点暗的，不过也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季节来穿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和做工，细节和做工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啊，非常工整，而且它的鞋跟高度呢是4厘米，小个子和高个子女生都是可以去入的啊。这款鞋子拿上手的话非常轻便啊，一点都不会厚重。它鞋底的话呢是一个头层猪皮的一个材质，软底的，上脚真的非常舒服，我已经试穿过了一次。它侧面这里呢是带个镭射这种边的，不同的光线呢它折射出不同的颜色，大家注意到了吧？侧面这里啊，它这个皮质呢有点像镭射的一个皮质，有点泛金色的，很细致啊，细节感非常好这款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脚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款鞋子。这款鞋子呢，我之前搭配的运动裤，也可以配牛仔裤、休闲裤、运动裤都是可以的啊，非常百搭。也可以配短裙。这款鞋头设计呢是这种尖尖的，特别好看啊，显小小的。我买的38码，穿上脚完全就看不出来。而且它的这个版型设计、鞋跟设计，我觉得非常时尚啊。这款鞋子灰色呢，它是自带一个时尚感的，非常的低调啊，但是又非常的高级。关键是非常百搭，这个颜色非常适合秋冬来穿的。我觉得它细节感做得非常好啊，细节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颜值我觉得也非常高。这款鞋子呢上脚非常的轻便，而且它的底部呢是非常软的，上脚真的不会累。然后这款鞋子也非常适合跑步来穿，都是没问题的。这款颜色呢也是比较难撞款的一个款式，鞋底非常柔软，非常日常啊。我看一下侧面、后面每一个方向都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款它是一个网眼透气的，上脚呢是非常舒适的，一点都不会蹬脚啊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穿上脚的真实效果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小娇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